好，再来换这一题哈。哎，老师讲的是这个，好，好，一样哈。我们现在画脚椎啊，所以脚柱了哈。所以先做编号，一样顺时钟 A B C D E F 啊，所以这里就是 A 嘛 ，B C C 跟 F 重叠哈，再来 D E， 好，一样啊，先画水平线。好了之后，来，每一页的长度哈，先从 A B 开始嘛。好 ，A B 开始，好 A B， 啊，再来啊 ，C D B C。B C， 啊，再 C D 啊，因为这个一样长，啊，再来 D E， 啊 D， 啊，再来 E F， 再来 F A， 啊，所以做一个标记 A B C D E F A。啊，所以一样，画垂直线。好，垂直线画好了之后，现在来画上面的斜线哈 ，A 到 B， 好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对清楚哦 ，A 到 B， 啊 ，B 到 C 嘛，对不对 ？C 在这里 ，B 到 C，C 到 D，D 到 E， 啊。一到 F 哦 ，F 要特别注意哦，不是这一点哦，要对清楚 ，F 是这一点哦 ，F， 再来哈、哦、，F 在这一点哦，啊，再来到 A， 好，画好了之后，啊，这个完成线，记住，联考的时候轮廓线是初实线哦，啊。轮廓线是初实线，啊，折线是细实线哈，千万不要画成虚线哦。好，画出来之后 ，OK， 正常来讲要像这样子，啊，好了之后上盖来上盖哦，特别注意老师讲的上盖第一个步骤。先把它还原成方形，啊，所以老师先还原成方形，好，再来，啊，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之后，把它画上去。线有点乱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把它画下来，啊，老师把它画到底下来，啊，这没有差哦，哈，可以，联考的时候，
啊，如果上面很乱，好，来一样，我就先量这一段，啊，先把方形画出来，啊，一样，你这里就取一段，好，一样画垂直线，所以你可以看啊，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缺角，它画出来就是一个方形的嘛，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嘛，所以你看啊 ，B 对应下来是这一点，所以 B 这里就找到了 ，C 是对应下来是猪对应下来是这一点 ，F 对应下来是这一点，所以你现在这三点已经确定了，再来就量这一段，把 A 点找出来，啊，把 A 点找出来。啊 ，A 点，因为它是对称的，所以 E 点一样，所以 A 点就在这里 ，E 点就在这里，再来 C 点一样，啊，你应该这里要画一条线呐、啊，哈、啊，再来量这一段，可是这一段比较短，不好量，我们可以量上面这一段，把它反过来，啊，量这一段。所以这样子就可以量到 C， 就可以找出 C 点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的辅助视图是长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里是 AB C D E F A， 记住哦，联考的时候这里一定要擦掉哦，这个代号要擦掉哦，不能留在上面哦。好，看联考规定是要接在哪里都可以嘛。啊，老师把它接在最长的，好，比如 F A 好了 ，F A， 好 ，F A F A 在这里嘛。好，所以一样，图形的转移就是不断的画。三角形，所以 F1 先画弧，再来 A1 画弧 ，A1 画弧嘛，啊，好，就会有交点，这里就找到 E 点了，啊，这里就可以连起来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 F2。好 ，F 珠，再来 A 珠，啊，两个是对称的 ，A 珠，所以就找到珠点了。好，再来 ，A C， 啊 ，F C， 啊 ，F C， 糟糕。老师，这里画太短了。好 ，A C， 啊，所以现在就找到 C 点了。再来 ，F D， 哎不 ，F D 有了 ，F B 啦 ，F B， 啊 ，F B， 再来 ，A B， 啊 ，A B。糟糕 ，AB 在这里嘛？FB 老师画的不够长 ，FB 啊，啊，在这里，啊，在这里啦，等一下啊。A B 是哪里画错了 ？A B 画弧啊 ，A B 画弧 ，F B 画弧，哎、欸、对呀、啊，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所以这里是 B 哦，对不对 ？C D。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把它接起来。
啊，对了，啊，乍看之下怪怪的，啊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。